卖蛇啊？对呀、啊，不然的话蛙蜥结这个是很可惜。我也很困扰，我还没有想到方法去蛰它。对，他们现在怎么都还没有，就是这几年，好了，这个我懂一点，我懂一点室内装潢好不好？这个我承认我没有注意到，真的。哎呀，通常用个这高度的板子稍微修饰一下，遮挡一下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把床拉高一点，用床挡好，盖住。第三个把柜子脚锯掉，掉下来也是。你有你有设计的天分，我觉得。都可以。他连油漆啊、修电灯啊都可以。好像下次最多的其实只是移动。我们可以换一下那个 line 嘛，有问题可以问他。关键还是窗帘呐，对，窗帘。他有一个外号叫水电毡。我操！这个稍微做一个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其次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那个门是厕所，对，对呀。厕所如果冲到头，头痛；冲到腰，腰痛；腰痛。谁冲到脚？脚痛，脚痛。或是我们说类似那种的湿气的毛病，越接近一个门的距离左右是叫冲，两个门、三个门以上都还好，所以那个门希望你用门帘把它遮一下，门帘可以，你又不肯，门帘可以，门帘也不时尚，你搞比较艺术，哪里有时尚门帘？哪里有？你可以定做啊。好，我自己设计，你自己有画，然后对啊，这样不是到处都我的画吗？很好啊。其实以他们设计师角度来看，会做个屏风，很屌的屏风。屏风你爱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我要想一下，这个我真的觉得他都没办法接受，都不行。而且那里的距离不够做屏风。哦，对，所以还是说门帘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脚方面有不好的毛病，对，就遇到这种格局，你就忍耐一下，用布帘。如果我都很健康，头没有痛，腰没痛，脚没痛，那代表你的八字健康都还算 OK， 你就稍微挡一下，说不定我八字还不错。对，那你那个别说认识阿伯已经不错了，我们阿伯蒋友伯啊，他就好朋友啊，对呀。好像还好啦，那口气好像是你也很认识他，也不会想到阿伯面熟吗？因为我有自己的格调跟品味。哦，对啊，你都爱沈玉玲啊，对啊，也没有像我上次摄影棚遇到刘德华跟那个周星驰，好了，我也没有他了，我跟你们一起走啊，我是跟你们一起走。哎，哇，吃饭，真的好爽。可以喝酒吗？这样子，我们是强调理性饮酒，可以，要不要喝？我真的已经开一瓶了，开一瓶了吗？已经在冷，在 cool down， 我把它拿出来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不是这瓶吗？我已经开好了，我帮你醒好了。对，天哪，等我一下下。好贴心的男人哦。你们两位传媒，你们俩那么传统，喝红酒像吗？我喝红酒对女生很好啊，不是？你们应该喝绍兴酒的吧？你还喝米酒？米酒，哈哈，喝高粱。这么刚好，我有四个杯子。来，如果你们要矿泉水，这个是我特别找的，这个是那个英国皇室贵族他们婚礼用的矿泉水。哇塞，这是有气泡的，我说水会飞走了，飞走了，哇塞，我直接把它灌起来，直接喝，不要客气，是的，来，不同口味好吧，我舍不得喝，还是有气泡哦，哈，这瓶要留，哇塞，怎样，够到家，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我真的觉得我像女王，是不是？突然想，我像女王，突然想讲英文了，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大臣。来，女士优先。那像师爷吧。谢谢，公公。好，那我想回到那这一些气势跟。这个蓝莓也是我今天特别去买，因为这个都要新鲜的。我已经吃过了。这就是设计师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好。有时候真的步调要慢一点，因为不就步调？因为其实我台湾人喜欢太爱工作了，对，你不觉得吗？因为不懂享受人生呐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真的是要好好享受，放松一下。大家压力都这么大，你看这样多好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忙着工作。在这么欢乐的气氛中，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。风水有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啊，不对了，还没结束。吃吃喝喝之余，还是要顾到风水的，全部快点给我回到正题。好，是啊，你问题很大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干嘛？怎样啊？我们为什么在这么欢乐的气氛，你总是要破笔筒人？对啊，第一个我们进门很怕看到餐桌椅，客气门见散，代表很多人，代表你这个人好客。好客不好吗？但是来这边的食客把你吃光光。
哦，家族朋友，他又不怕人家。我觉得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等好朋友，因为很容易就是有去无回，有吗？哎，好像是。这个当然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借了钱之后，我就不会想要还回来。回来，真的不行。来这边，桌子越大，餐桌越大，来的客人越多，吃的越多。你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觉得餐桌大就是一家和乐，容易团圆，然后可以家族很美满，是千客万来，贵客盈门。圆的时候你放的桌更好。对，第二个餐桌尽量不要超越客厅的直视的位置，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客人来这边吃饭，吃得很安定，吃得久，吃得能够欢乐。如果把餐桌放在我们客厅的正前方的话，其实是减分的。那你说大，那代表你这个人气势大，人脉大，交往多，但是你正对这个进来的大门有没有好？是破财的。过长过长的，对不对？它过长啊，可是不够大，没办法坐那么多人啊。Party 有时候 Party 就十几个朋友。结束之前，我会画一张让你叹为观止的设计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室内设计师的风水杰作？你确定？让所有的室内设计师能够稍微互相成长一下。真的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这样子。你要不要先喝？这个节目会不会被投诉？会被投诉？对，我觉得要懂风水，基本上你也要有这个室内设计的概念。对、啊。就我等一下会画，今天我会画一张图。那也这个餐桌也是可以，也包括在里面，好，可以吗？你们心服口服。来来来来，还有更多有看头的来。你干嘛偷吃人家的面？肚子饿，老师肚子饿，要不要配一点这个？哎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要配一点这个，刚刚好。对，很完美，真的。你来让刀夹个叉叉。对啊。好，走吧。人家很时尚，你吃东西嘛一点都不时尚。等一下啊，这边哪里不对？书花香、果香都有，满庭芳香。芳，这个是不是有学问的人？你看。怎么说？这个是没有没有，这个其实是我的作品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的作品。两位那个美女可以一人挑一本打开看，里面有惊喜。真的吗？有惊喜。哇！是不是？来，这里面就是我的作品。哦。我其实一直持续在做创作，然后我会把我的画变成丝巾。哇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台湾孔。这是花布，花布变成，然后这个是羊毛的，然后一只孔雀，对，要不要批看看？有它的，我会觉得有被照顾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哇，好搭哦！而且它的那个质料真的非常的很好。啊，你的是啊，蚕丝，百分之百蚕丝，所以今天你们两个很幸运，都挑到里面有的，就可以带回家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其实有的没有吗？有的没有。你选的不能换，选的不能换，这个这个这个我不要。对，你们看看得到。真的？对。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自己。对。那来来，这个我的对不对？这个我的，来帮我。加冕仪式。哎，这一条很漂亮，是不是？这粉色的，谢谢，是不是？很棒，你皮肤白配这个，对，真的真的。哇，你这个也好搭哦。要眼红一点，是，就比较辣，是不是？辣的比较辣，来，我辣路，能帮他的，这个大，怎么大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你拿空盒也有点突兀，算了。不适合你的 feel 啦。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对，所以你看这个封面就是你这个图案。对。哎，你们两个很幸运了。我现在目前有15种不同图案。肉壳的，故意放两个有的，然后让我们自己选，然后看是不是。结果没想到你们两个都拿到，而且真的没有讲好的耶，这才是真的好开心的一件事哦。那个也有，你看也有，可是你就没就没选到。我算，你要每一个都打开检查的。所以为什么自己不帮自己加持一下？对呀，你自己也选这样，都比起来了。很旺。你自己都一累累的，我就快点去拜拜。那真的这个盒子就已经送人很体面，然后很有意义。对，基本上这些都是跟台湾的图腾文化有关，所以才要用书。我跟你买15个这个盒，因为我这里买了一个书架，比利时的楼梯书架，我想把它买上去。可是我们不单卖壳，我们这连里面的丝巾要一起买，就要一起买，一起收藏，这是博物馆等级，要一起收藏。我家里给你寄卖好了。你上面只买人家凤梨酥的盒子，然后不给人家，对呀，这样很怪，对呀，好不大气哦。出来。
来放嘛。啊，对啊，来放哦。书架或者这边啊，代表了什么？那很多的阿姨妈妈会问说，我儿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是，因为儿子可能也不说。其实有时候在儿子的房间，面对书房，由内向外看出去，在右手边的那面墙，对，反而是他儿子喜欢的属性的一个特征。喜欢哦，异性女生的那个特征。左青龙是男生，对。女儿喜欢的特征，右白虎是女生，所以她喜欢女生在这里都看得到。寻找理想情人，书籍。